我是凯青，我现在跟子瑜在台南，我们是耍废旅行团。对，我们今天行程刚在车上才想。对，我们就是来耍废，轻松的、放松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是复古风，白底黑点点，就是复古的感觉，红底花花，碎花，就是那种阿嬷爱穿的那种。好了，我们的台南复古之旅就在这边开始吧，拜拜。住的是台南的老房子，它有 feel 的，装一下文青看树的，我是真文，我是假文青。我哋今日住嘅呢一间民宿咧，系好有老台南嘅 feel 啊，佢系台南嘅老屋去做一啲整修啊，咁样之后就做咗一个。又有啲时代感，又有啲复古感觉嘅一个民宿。咁而家就嚟一个 room tour 先。Hello。哦，我觉得它每个角落都好可爱哦。它的床铺都是阿嬷的那种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铺在这里好有感觉。对啊。哎，贵妇在耍废，不要拍。我行不行？1、2、3。哎，好舒服哦。对啊。先睡了，拜拜。先睡哦。昨天你爬完山，今天手真的是真的很酸哎！出面是什么样子的，它是整间屋都是绿色和啡色做主调，所以整个 feel 很舒服。我们来台南就是要吃路吃一波，林伯凡很羡慕吧。林伯凡你在吃青菜吧。果然是台南，好热哦。我们到了第一站了耶、我们的虾仁饭到了，大大的虾仁一定要配半熟蛋鸭蛋，呱呱呱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上次到坐台南那个什么美食影片的时候，有提到这个牛肉汤，然后现在带子瑜来试试看。这个是在地台南，有人说好吃的牛肉汤来喽！小型夜市的感觉。拍到里面那种软软的感觉，这小口不会烫，是米的味道，好可爱哦，在上面。我们现在到正信街随便逛逛。我们找到了一间卖古着古物的店。我觉得超有 feel， 而且我们今天穿牛仔裤，所以什么都可以搭得到。有哦，大珍珠，很适合你今天呢，不错，可以，买吗？买，有风格，好看吗？我们好浮夸哦，怎么浮夸啊？这才是真的浮夸。关你屁事啊！它的价钱还蛮平价的，而且好好玩的。进去就戒指、对，戴，然后墨镜戴，然后碎花衣，大家会在这里流连忘返。对，但是我们刚才玩得很开心，玩的。
瞓到好攰啦，咁所以而家咧就揾咗一間巷仔入面嘅咖啡嚟坐下。发现在来神农街，因为吃太饱了，想说来散步，超适合的。我今天早上穿了高跟鞋，真的是有够累，所以我现在穿了拖鞋。每次看到这个猴子，都会想到我妹，因为我妹床头就有一只了。不会啊，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而已。看看她的拖鞋。走1.7公里，我们真的很厉害哎！我们昨天真的爬山已经用了超多水了。对，是我们昨天爬山。其实今天一刚开始走还是还好，就是心情很好，对对对，天气很好，然后吃东西什么什么。对，现在已经10点多了，我眼睛快闭上了。什么诀窍吗？没有任何诀窍，就只要把它夹着，然后放开来。我会夹大概8秒左右，然后它有一个卷啊，然后你就继续往下。真的呀，好酷哦！子瑜也来卷一下 Coco。还行啦，还行。我已经看完了，变成狗狗的样子。我觉得刚刚烫起来那个发质会亮亮的，真的是你在发亮，整个人亮，像那个特效。我刚刚经过一个公园，这后面那个红色的墙，我们也玩了一些下，很好拍耶。对啊，我们这慢活的旅行就是这样，看到随便开，看到好像可以拍照哦，就在那边玩一下。哎呦，贵妇又在戴昨天买的那个墨镜。不是，台湾太阳太热情了。对对对，回家喽。它坏掉了，我们继续，拜拜。我们到了吃早午餐的地方了。整个建筑就是台南的老房子，对，超美的。然后有一个小庭院这样子。我们的餐有富浓汤，看看文青小妹妹觉得如何？如何啊？你不能当饮食记者，不行吗？我觉得那颗粒很棒，选你的。有口感，有口感。对，我超爱喝汤的南瓜汤。嗯，很棒，很棒。我们是本来打算等他所有东西来，然后拍个大合照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汤冷了都不好喝了，超级丰盛，超级多东西的，然后这样子才多少钱？180，CP 值很高，水果不用钱，超多哎。我们吃不下了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两人份的量哎。但是我真的吃不下了，林伯凡，我需要你。我们现在到了永乐市场，它这一条街都非常多卖吃的。然后其实我这边是一个月之前来做采访的时候才认识这一条街，很久很久之前这边是给那些
贼去嚣张。以前就是有一个名字叫做查拉奇，是我很喜欢这边有一个老香港的咖啡厅叫密室咖啡，所以我今天就带子瑜来，耶、yeah, ，咖啡聊是非，不要把我卖掉好吗？密室咖啡很多人，它好红哦，天哪！所以我们现在先去二楼，然后绕一圈，因为这边除了咖啡厅之外，还有其他的，对，还有其他的复古的店，就是这种民居。哎，而且在这里住的人哦，他们里面是没有卫浴的，他都要出来这边上厕所。然后这边有一家叫做纯情百货行，然后他是卖古着的。因为上次工作就没有时间慢慢逛，然后今天就顺道去逛一下。到了，就在这。很复古的老板娘。真的是阿嬷的味道。真的吗？好可爱哦，这一件。对，对耶，不错哎，可爱可爱的。我觉得这里啊，就有点像香港的美姿，他们有个美姿，大家有没有喊过嘞？就是有很多复古的衣服在里面，然后都超级便宜。然后我大学时期，我读理工大学，然后因为有一家美姿就在尖沙咀，然后走路过去就到，所以我大学时期超级喜欢逛美姿。我教你香港的文化好不好？在那边那个墙壁上，对龙眸，冰龙眸，扑街，扑街，大龙我，大龙我，很惨，很惨，我念得很好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全都是脏话。我知道这个是脏话啊，这个不就是跌倒那个扑街？对啊，但我们香港的扑街也是类似脏话一种。像不像 IG 的 caption？ 随便一张照片配一个都不错。花茶也超级好喝的，我们点了他的玫瑰天使，好像很自信的女士，有吗？很自信，我喝花茶。不是啊，佢咧呢度嘅老板咧就系小二啦，咁佢就好中意香港嘅，佢嘅设计灵感咧都系亚非正传入面嘅场景啦，咁所以呢度系好香港，同埋系一入到嚟有少少似九龙城寨嘅 feel 咁样咯。现在要准备回北部咯，台南真的超级多民宿啊，或者是餐厅都是用老房子来改建的，所以它有保留一些味道。对。我觉得有故事的东西都是可以一再回味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台南复古慢活之旅就告一段落了。哎，我这两天有带电脑，但是完全没有开机，做得好，都在走路，怎么可能有可能开机？对，就是完全放松的状态，心情是放松的。那我们就下次再约喽。